大概用他们的东西，至少用了几年了、啊，该至少用了10年，应该快10年了。等于是它刚出来我就有用了哈，所以呢，我也有花一点钱买了它的方案，所以我目前有128G，用了80几啦，啊，然后呢，其实我是我的方案，因为我有买100G，一个月大概就2块钱美金。折台币大概也在60几块吧，一个月60几块，我觉得应该还蛮划算的。而且它有个什么先期导入者奖，额外奖励啊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妙的，因为好像还没看过有别人有这个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先期导入者额外奖励哦？就是说，因为我是资深的会员哦，然后呢，付费者红利啦哦，安全机制奖，反正这就是 OK。那怎么使用啊？这题外话了哈。首先第一个，我建一个资料夹，假设我有个资料夹，然后我这个资料夹你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，名称我叫 temp 好了，你们自己就放一个资料夹，然后呢，第一步呢，请你先检查一下设定里面，好，设定里面呢有没有把这个打勾，记得先一定要先把这个打勾，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打勾的话，它传上去的还是 Excel 档，那我们需要用它的转换功能，把我们的 Excel 转换成什么？转换成 Google 的试算表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这个没打勾的话，它就不会帮你转换，你变成你传上去再转换，可是比较麻烦。我建议你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勾。好，有打勾，对哈，按确定，按完成。再来第二步的话呢，我的习惯是直接用拖拉的，就把它怎么样拉到云端上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帮我传上去了。那我传上去哦，名称叫问题05。记得哦，你传的时候是传那个没有聚集那个哦，XLSX 这个。那传完之后的话呢，他会帮我怎么样转换成什么？转换成那个类似像这样的图示。啊，如果你这个没打勾的话，它的图示就这个图示哦。啊，这个图示哦是不能够。就是提供人家就是取得资料的，一定要是转换过的。那传上去之后的话，恐怕有一点时间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转上去的？在这里打开来，打开来之后的话，那你会发现所有的资料呢，就通通被我传上去了。那里面的话，不过档案可能蛮多的，我们里面总共有2500笔。不过2500笔。会有点时间呢、啊，所以你甚至可以删掉一些，你不要2500笔那么多，不然可能会等得比较久。那接下来做什么？档案里面呢、哦，我们要变成什么云端的资料来源？非常简单，这功能好像我在很多书里面都没看到，发布到网络。接下来特别注意哦，请你选择不要整份文件，选择问题7就好了。然后你要把它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个有没有预设是一个网页了？当然，如果你要把它变成 CSV， 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变成 PDF， 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甚至一个什么 TSV， 这个好像很少用到。好、哦，网页好，我们就变成网页了。哎，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点跟那个 XML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，JSON 也有点类似的，只是那种格式哈、哦，你必须要放在一个 server 上面才能够让人家下载。但是这个不用了，这个就丢上去，等于他就按下发布之后，他问你说要不要发布，确定，那发布这个动作到底是做什么？他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一个 Excel 变成一个网页，所以你开一个新的，直接贴上前往，你会发现你刚刚的问题7的，就是那个工作表，就会变成一个网页了，啊，有没有 ？Excel 变网页了，那。问题第二个就是说，哎，那如果说你将来呢更新了，比如说呢，我把前面这几笔删掉了，比如说我前面一直这些都删掉了，随便删个2到7，那删完之后的话呢，现在改成什么英雄好了，比如说英雄第一笔就是英雄，那问题来了，哎，那你想说这个地方把它重整一下，它会不会同步呢？其实啊，跟各位讲一下。它会同步，不过哈、哦，需要等一下，快则30秒，有时候10秒了哈、哦，慢的话可能要1-2分钟。
哎，现在有没有？还没，好、哦，所以有时候 update 一下，也就是这边改的时候有没有？这边呢哈、哦、也会跟着改，但是需要等一下，有的时候至少还应该近一点呢、啊，因为现在在那个彰化彰滨那边有那个 Google 的机房嘛，哦，所以不用跑到美国去再回来嘛，哈、哦，所以应该会近一些些，但是前提的话，你在发布在网络的时候，你要确定一件事情。就是说这边有没有打勾了，我预设已经打勾了，有没有内容有变更的时候自动重新发布，但是预设都有打勾了，不过没事你也不要把它打勾取消，如果你希望不要更新的话，那你就把它打勾取消、哦、啊，只是说、哦、它这看起来应该要重新的，不过有的时候会比较慢一些些，哎，我们已经讲话已经讲了一分多钟两分钟了，看有没有更新，嗯，还是没更新哦，它这边有一个啊，这边有个叙述，每五分钟自动更新，所以五分钟还没到了、哦、所以那大概知道一下，第一个我们已经把它传上去了，好，第二个那问题、哦、我要怎么样把它下载下来，再来的话很简单，请各位、哦、再开启刚刚的这个有聚集这个把它启用、哦、那问题我要更新的话很简单，我先开一个练习啊，我这边先把那个，这边先开一个。